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最后生还者》。你要怎么走啦？可以打你。Shit. I ain't seen us yet. You stay down. 自己打草惊蛇，应该就慢慢走噻。不要了，慢慢走，到时候一定又被围剿。对我来说，太困难。看起来没有被打。再开始动，我就没有办法。你就只能用冲锋枪啊！那个招我皮，都招一只，他们突然应该要被烧倒了。对啊，你看，无所反应，再来。好像没了，烧起来。好啦，这样也不少收获啦。两只就不错了，好不好？你还奢求啊？奢求啊，我。东西资源那么少了，哎呀，忽视他啦，走那边啦。那个砖头可以给我捡。叫比尔打他，比尔不会主动打啊。你就射一发就打了吧。杀小啦，你要射头嘛，你射大面积的嘛。你都射了一个不大面积，然后打了能打，没事啊。你可能是他屁屁屁。后面右边还有一只啊，看到。These guys， 比尔会帮忙，他比尔带资。不会，臭比尔都没有做事。躲起来啊！你看。然后冲进来，How far is it, Bill? We're getting close now. We're gonna have to be quick about it. Go in, grab the battery, get the fuck out. I don't want to get trapped. 他们在找电池啊，不找车。但是有一堆车，忘记了没？只是，哦，怎么这样？一个子弹都没有给我。走了啦，这样亏哎、欸。不会啦，快点啦，走啦！里面有啊，满满的资源金。这等一下还有敌人，应该都走出来了吧？没有资源，这个电视比较烂，电视看起来就没有很强。房间什么都没有，有电视啊，电视又没有很强。照你说的，电视又没有很强，电视有它好的地方。我需要补给啊！有熊耶！再这样下去，我的东西全部都耗光哎、欸。啊，这里真的一点东西都没有哎、欸。这好，太惨了吧！他们守在这边干嘛？守爽了吗？有啦有啦。我在这里面按 L 三，什么都看不到。露营车上面，那这里有没有东西？没有吧。哦，怎么这样？上去啦！连砖头都没有，你知道吗？上去啦！快拿到电池了吧 ？You got friends in town? No.
Although I got some idea who might have come through here. School'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house.你干什么？莫莉莉，看看。维他命，维他命，他怎么那么想花？他根本就是花啊！我觉得这边应该不会有敌人，这边应该就是给我收东西的吧。补给站之类的吗？对啊，敌人刚刚杀这么多了，为什么？我觉得我什么都补给不上，那里面会不会有啊？ 为了补给，游泳池哎，说不定有。左边还有个小房啊，那可以进去吗？不行，不行，那应该都没有进去了。哦，这边也没有补给哦。你这样好烂哦，给我补给，我需要散弹枪子弹。里面有啊。炸弹，还有。自己做啦。 没有那么多材料啊，跟材料啊，材料要找啊，灯用掉了，一定是因为你是困难呐，就是因为我是困难啊，所以才收不到啊。玩普通的话，光是捡的就够用了，空空，还有一个抽屉不是吗？没有啊。 没有吗？我刚刚看到绿绿的、啊，没有呢。哦，好吧。什么都没有哎、欸，为什么？不晓得哎、欸。好吧，我觉得照理来说，这个地方简单或困难应该都有东西。简单跟普通应该都有食材给你拿。对，应该是那些柜子里面有东西，就是看难度调整。 难度高就没有，啊，有纸片，没有用啊。有啦，有弓箭，那条弓箭，零件呐、啊，嗯，说错了。那我开心了一下，开心一下，再让你失落一下。世纪，念经时间到了。No， 10月4日，学校正式无限期关闭了。 我猜这疫情爆发就某方面来说还不错，没了学校等于没有家庭作业，对我来说还不赖。现在这么多空闲时间，我该做什么呢？小孩子都是笨笨的。10月5日，妈妈和爸爸在吵架，他们有时吵得对方大吼大叫，同时又不断喃喃自语，听起来像是妈妈想离开去她姐姐的地方。 爸爸说留在这里很安全，疫情不会蔓延到这里。他们是已经感染了吧？应该还没吧？还没吗？还没啊。好吧。10月6号，爸爸对我大吼，要我别听收音机。他说那些新闻都在乱说，妈妈表现出勇敢的表情，说她同意爸爸的说法。但我知道她很害怕，他们两人看起来都很害怕。 10月7号，我想爸爸对昨天的事感到抱歉。哥说睡在我床上，爸爸什么的也没说。他进来摸了摸他后，叹口气就走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像现在这样。爸爸昨晚在安慰妈妈，凯伦姑姑死了，至少我听到的是这样。当我们坐下来吃早餐时，大家都很安静。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也照着做。10月15日，琼斯警官过来和爸爸闲聊了一下，那更像是在跟爸爸窃窃私语些什么。最近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之后爸爸跟我们说，我们得离开镇上，我们得去新家，在那边的军队会保护我们，我们只准带走一个包包的东西。妈妈只是坐在那边。 不发一语。10月16日，我们要去的地方不能养宠物。我们带着隔桌开车到小镇的边界，解开了警圈并放走他。开车回来时，爸爸一直说他不会有事的，他本来就应该在野外自由自在的活着，管他的。是时候了，爸爸说我们很快就会再回来的。我想这根本就是鬼扯。
都没有东西，好少哦。对啊，好少哦。我连想升级都没有办法哎。我觉得我很需要武器摇晃度。武器摇晃都是干嘛用？就是可以让我的武器比较不会晃，这样我可以更容易打到人。Not right now, Ellie. Okay. 啊，聊一下天嘛，跟小艾莉聊一下天嘛。快办正事啦，电池。小艾莉，电池。快去找大叔啦。有见识。再一只而已。Give me a hand with this.有一只就够开心了吼！哦，炸弹都用掉了，光是突破刚刚那边。What'd I tell you? There's that truck sticking out of the school right there. Oh, come on. 这么多。Oh no. There's a bunch of them up there. Try not to make a sound.他要怎么打啊？摸摸钱过去之类的吧。怎么可能让你真的打？应该是有过存档点的啦。熊熊，怎么死在地上？哪一台卡车啊？后面的吧。这看起来是不能过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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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有燃烧瓶了。有两只我就没有办法对付了。No， 过不去啦！你天兵也在一堆人说治疗自己，你在干嘛？我先逃到其他地方啊！这个基本上可以确保。哎，我怎么做了弹簧刀？我不是浪费一个弹簧刀。哦，这是蠢蛋。你捡到的吧？啊，等他绕。机会！哎，刚刚上面是不是有两个人？
不然为什么我会被看到？因为你长得大只耶。那那边行不通的话，哦，不要再死了。这都是艾莉的。啥子都没有一点。犹豫嘞，犹豫啊。胜利的希望，那你已经胜利了，你这样应该少不少人了吧？你现在要去哪里？找路咯。对啊，这边没有路啊，所以一定是那不是找路，他要找巴士，不是这个一般的巴士吧？那你在前面一点，是卡车的。他们 come everywhere。 哇，卡车，为什么？为什么哪里来的？反正你就跑嘛，你死就完了。看一下，有有有，那是你，你有什么桶子之类的吗？没有。大家都在追我，为什么遇到有卡车，然后被然后把卡车开走之类的情况，发那么多人吗？为什么大家都在追我？女主角啊！诺，你赶快找卡车！有人被抓了，不会啊，应该没事的。还在追我。不要过来，快走。你快走，卡车！你先别看嘛。杀一点呐、啊！加油！还在追我！那绕在比尔附近嘛，但他没有办法帮你啊。啊！哎呦！你给我钻头啊！你给我瓶子啊！
bunch of them up there. Try not to make a sound. 算了，今天就这样吧，好不好？好，拜拜，大不理。的敌人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这边要潜行，第二阶段就是要硬打的。最好在潜行的时候不要被发现，就把现有敌人都清完，才可以避免第二阶段人数太多。然后你先往左边这边走，然后可以打死这一只。到过来之后，这边有一只。走这个巴士的右边，等那一只绕过来，再走回去，之后再出发。爬到这台公车上面，这时候用一点。可以先尽量射敌，在这边有一只在走的，如果没有射到也没有关系。这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将第一批的剩下两只敌人赢过来。因为过了那两个公车之间的缝的时候，第二批敌人就会出现。公车上面可以把人打下去，所以会比较好打，而且人也会变成一只一只的同个方向过来。好，这样就赢到敌人了。然后就是那个艾莉快跑了，赶快回来这个阵地。第一滴血其实蛮好的，要不要不用太紧张。Well, that was easier than I thought it'd be. Ah, did you? It must be holed up somewhere else. Well, let's not test our luck.
How do we get inside? 对啊，现在我们要怎么进去嘞？ Fucking creepy. 我先补一下自己的血。 Someone left a ladder on the bus. Here, get me up there and I'll drop it to you. Oh, 原来是要走这。 Don't get killed up there. Thanks, Bill. We're okay. We just need to get to the hood of the truck. They're coming. Move it, kid. 敌人。 We're gonna get in quick. We're gonna get the battery. We're gonna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God damn it, they're locked! 啊，怎么开？ 怎么办？ 比尔，快想办法！ Come on, Bill! I got it! Window's open! Hurry! 好好好，从窗后。 Make it fast. Grab this. Please tell me you're done. It's empty. What? Huh? Fucking empty. Guys. Bill, where to? Bill, where? Anywhere but here. You ready to haul ass? Come on. They're broken through. 没有电池，辛苦了这么久。 We'll sneak out the back. You two, follow me. 好. I'll get us out of here. 从后面撩出去。这段敌人分成在刚开始这一区，还有在教室里面。但是出了教室之后，还有一区。 这边有个砖头可以捡，刚开始先拿到这边。 首先是前面这一只，这还不要被发现了，还不要被发现了，快！ 这边就是要注意，在敌人打比尔的时候再去帮忙，不要去跟袭击者正面 PK， 然后有不少东西可以捡，因为捡了砸了再打。 Down the hall.
把他来冲过去，然后打到死，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可是要注意，不能被其他人围殴，不然还是会死。There's a way through. Gotta get past those guys.这边是第二区教室区，从比较远的这个门进来，然后先打这个跑者。好近哦！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听到啊！啊！快点，跑跑跑！只要被发现就是逃就对了。那我先去打比尔。来喽，准备砸喽！你过来！好，谁支持啊 ？Move it！ 先找个瓶子来。不要管那一只好了。Looks like there's a path down this hallway. 还要回来嘞。不要不要不要！我还是安全一点，把他打死在先地。连丢两个，好，死了！你后面来了，Hurry！ 冲！跑者还好，在那跑的。这样基本上应该是敌人都没了。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收看，拜拜。干嘛这样骂小艾莉啊？对啊，哦，比粽子。